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梅门官方频道的功夫主厨到你家。上次记得我们明学主厨做出凉拌土豆丝之后，他今天要来带大家学习第二道的菜色。今天的菜色是，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口味稍微重一点的红烧口味的红烧烤麸。红烧烤麸，那对，准备红烧烤麸要有哪些食材？除了烤麸之外呢？对，那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材料就是烤麸、红萝卜，还有毛豆，主要还有姜片来提味。这个是八角，也是提味用的。烤麸的话，其实一般我们都会习惯买生的，然后回来自己再炸，一定要炸过以后它口感才会好。那您如果是觉得炸的话油温太高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用煎的方式，主要就是要把它煎干，在烧煮的过程的时候它的口感会带一点 Q 软的感觉，不会吃起来很像肥肉那种肥肥的感觉。所谓红烧的话，就是煎煮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加酱油跟糖，再加水去烧，然后把汤汁收干，对，让食材它可以入味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请我们主厨来展现功夫了。切的话，上次是切丝，那我们这次切块。一般切的话就会切比较大一点，那师傅说我们要替人家着想，你自己在吃的时候一个东西拿起来你还要分两三口吃，其实是很不方便的，所以我们在烹煮的过程的时候其实就会切成像一口大小这样子，让你方便入口。因为场地的关系比较不适合油炸，所以我们已经先把它先处理过了，已经先油炸过了，当然等一下我们就会用这个油炸的材料来做。那接着是红萝卜，所以我们这个量大概是几颗烤麸出来的？其实它每一家卖的烤麸大小其实都不太一样，刚刚是12颗左右，基本上大概差不多都是在10或12颗，就是半斤的量。那红萝卜要用多少呢？因为我们上次有提过说是配料不能比主材料多，所以像这个的话它是大概300克嘛，所以你大概这个的话就取差不多100克左右。那毛豆的话大概就是50克左右，切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不能比主材料大，就要比口麸再稍微小一点。是，再来就是姜片，姜片主要是提味，所以它量不用多，大概是1两左右其实就差不多了。接着开始我们就是要开始来炒了，因为我们这个烤麸是有炸过的，所以它本身会带点油，所以我们在炒的过程当中就不要再加太多的油下去爆炒，大概差不多2大匙，因为你油如果太少，其实前面在爆炒它不好炒。先把油烧热，然后先把姜爆香。对，老姜的话，因为它辣度比较够，所以我们在爆炒的时候就稍微把它煸干一点，让它比吃起来不会那么辣。煸干以后，然后接着就是下我们的红萝卜，红萝卜，对，再来就是加我们的八角，先下去炒。然后接着下酱油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大概是加差不多50cc 就好，因为每个牌子的酱油其实它咸度不太一样，对，所以你可以再稍微做调整，自己回去试一试哦。对，那有人会先把烤麸先加进去，那我的习惯我是会先加水，这样的话它的咸度的话其实会比较平均，因为你如果刚刚前面先下的话可能会吸到酱油的量会比较多，所以我会先下点水，然后再把烤麸再加进来，这样它在接触到调味料每一个的话它的味道的话就会比较平均一点，那因为它是红烧，所以我们还会再加点糖，那糖的话就是一样是差不多半匙左右，然后再来加毛豆，然后颜色看起来就更丰富了，那再加水下去焖，因为我们会煮的烹调时间会比较长，大概差不多30到40分钟，对，因为我们讲究的是熟透软，所以我们大概要焖30分钟，中间可以看，因为它烤麸会吸水，对对，所以如果汤汁不够的时候中间可以再加没有关系，随时要注意锅内的状况。对，你第一次加的时候可以到刚好差不多把它腌过这样子，煮开了以后然后再关小火，
加盖子焖。这个时间刚刚说要二三十分钟嘛？对。哇，这时候就是正好练习平甩功的时候，这次还可以练到快百日功。我们上一堂有讲到要热碗嘛，随时保持热碗的心情。嗯。那师傅也说，其实像我们在研发东西的时候，不管你研发什么东西，其实要保持一个对所有的食材器具，其实都要保持一个恭敬的心情。当你保持恭敬心的时候，做起来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顺利。对，这样焖了三十分钟过后，哇，来看一下，香味非常的香。我们在收汤汁的时候，其实也不能收得太干，还是要带点汤汁。那最后要起锅之前，我们再淋点香油，其实它只要淋一点，让它稍微提味就可以了。了解。然后香油加进去，又再大火烧，把它烧开，让它那个香气整个可以出来。好，最后要起锅之前，还有一个步骤就是，我们要把刚才的那个八角挑出来。非常贴心的明学主厨。对，因为你如果没有挑出来，其实它不好看，然后客人咬到的话，其实看到的时候，其实口感也不好。把它倒出来，可以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成品，很香，看起来又非常鲜艳可口，又是到了这个最喜欢的时刻，叫试吃时间，来帮大家试吃一下。因为我们是用最简单的材料，那如果是您在家里做的话，你也可以再加一点香菇啊，或者是笋片啊，其实这个都可以再让它的材料更丰富，然后颜色也会更漂亮。烤麸它还有一个谐音，就是靠福，就是靠近福气。对，所以它在这一道菜，其实在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就也是很好用的一道菜。对，想要靠近福气吗？欢迎来梅门。各个餐厅的资讯，还有梅门我今天所用的食材，都在梅门需要坊也都买得到 ，YouTube 底下的说明栏位都可以找得到。最重要的是，还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你的小铃铛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再见。